山，穿过草原，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家，这个一路的船，船到了唐古拉山，坐上了火车去了。上了火车去拉萨，跳起那热烈的沙沙啦啦，喝下了最绚烂的青稞酒啊，醉在神话殿堂。现在坐火车比较安全。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长，通往天堂的路太难，终于盼来呀，这条铁路像巨龙飞在高原上，穿过草原，越过山，载着梦想和吉祥，幸福的歌啊，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，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，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，盛开在雪山下，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跳起那热烈的沙沙啦啦，喝下了最绚烂的青稞酒啊，醉在神话天堂。来给谢谢五元，谢谢五元的火车，还有谢谢请你不要再爱了，感谢你送我摸摸，欢迎所有的小伙伴来到我房间，喜欢粉丝朋友可以加一个关注啊，大家有小红包的可以清一下小红包，然后有星星的刷一下星星，谢谢大家。坐上火车去拉萨，小苹果，杀猪刀，你说，你说，哎，我就在想啊，你们平时虽然说挂在我房间，但是我在唱歌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听完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有时候闭麦，是不是啊？你以前没有开播的背景音乐能告诉我吗？那首歌叫做最简单的声音啊，不是那首吗？你说的还有一首 Could this be 是那首吗？英文歌，我是成都人，老婆原来你是个耙耳朵，我刚刚说想唱哪首啊，你说深深，我明天不直播啊，明天我去买东西呢，明天跟小伙伴约好去购物，所以我就不来了明天。
明天休息呢。凌晨身的手机模糊，闭上眼睛却超失落。你说勤快的，我每在一场他就在一场呢。怎么在你这儿没投广告啊？投广告啊，你可以走一下那个房间公告是。谢谢恒恒。话说这东西是要去那个游戏的房间才能抽得到的吧，什么珍珠啊这些东西是吧。听说抽这个很坑啊，没进去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。萌萌的乖乖的，刚那首歌叫你说，你看主播同意谁谁谁点什么什么什么歌，你们都不看公屏的吗？我就发现了，飞过去那一行字，你们自动的省略掉了。